好，我是孔雀哥哥。这一次我又来录星光大道了。这一次来录星光大道，不仅是作为助演，而且在星光大道的这个舞台上呢，还遇到了我的老乡，就是阿朵。大家好，我来自云南普洱，我是彝族，我叫阿朵布列。我参加星光大道太开心了，认识孔雀哥哥。我也非常的开心，而且阿朵今天这套装扮真的是非常漂亮，站在一起感觉我跟我妈站在一起一样的。但是告诉大家，阿朵唱歌非常的好，而且是原声派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阿朵要给我们这个网络前的一些网友来清唱一下，好不好？要给我们带来一段，谢谢哈，你跟那个就来一个咱们自己的本民族的一小段小声歌调吧，好不好 ？OK， 下面让我们来听一下阿朵的原声态。声音太小了吧，阿杜，声音再大一点好不好？没事，可以大一点就。